从7月25日开始到8月20日，苏宁将打造一场贯穿27天的极致全球发烧购物节，给消费者带来发烧玩法及惊喜福利。记者注意到，为让利消费者，苏宁拿出千万级现金补贴，并带来诸多红包、订单红包、明星红包鱼等，以及赏金大师和头号买家等互动玩法，让不少人感叹苏宁818可能是最喜欢骚币给用户的电商节。据了解，在818发烧购物节期间，苏宁生活家居将整合易购、物流、金融、科技、文创、体育、投资八大板块力量，尽最大可能为各大商户带来资源上的倾斜。除了让生活电器和家居开展跨店、跨类目、跨品牌的联动活动，加大流量与店铺转化，苏宁还拿出千万级的现金补贴，通过商家与苏宁共同投入的方式，鼓励平台提高竞争力。今年818期间，红包活动也备受关注。8月1日、8月8日以及8月17日至8月20日这几天，苏宁易购 APP 会不定期下红包雨，赏金大师活动则是要来得及苏宁12星座盟师奖，从而一起瓜分 8.18 亿红包。此外，8月1日到8月20日有的搜索红包，以及8月9日至8月20日的订单红包，同样值得关注。提到818发烧购物，今年817的老猴专场和两小时秒杀继续霸道降价，有如此多的优惠活动在此，难怪会有消费者发出苏宁最喜欢骚币给用户的感叹了。